娃，就是游戏。我们叫娃游戏，我是娃游戏。今天要看的是这个英式下午茶蛋糕组。蛋糕，哎，你看，这里还有咖啡耶！哦，好棒哦！怎么开的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？就是爱可后微波炉。它是淘品牌的，也是玩具反斗城独家商品哦。独家就是只有那个卖的。是的。下午茶店开幕喽！谁要来呀？谁要来呀？开幕喽！香喷喷的蛋糕，还有饼干出炉喽！啊，你很酷的，你很来一个布，然后我也一个布，然后呢，来的。你现在把杯子摆好，我来帮你服务。好的，那客人你要什么呢？你自己倒。你要什么蛋糕呢？全自动啊，受不了你那客人这样子的。哦，对。那这是玩的草莓蛋糕。有客人。哎、欸，你要用转的没？服务费吧。好、哦、拿。哎、欸，他是在你面前呢啊。哈哈哈哈哈！太搞笑了，拿去。我要重新选的蛋糕。嗯，这单调过。我要喝可乐。好了，这下饼干我要来吃这个。来哇！喝好了。来，小姐，你要不要加糖呢？来加糖。一勺两勺，这就只能加两勺。哎，这糖是得加在那个里面的，然后只加杯子里面的。对。拜托你加两勺。好的，这加在食物里面的，来我先加。啾啾啾，好的。好的，开动。我要先来吃草莓蛋糕。先来吃光蛋糕，吃完后来吃这个，我要来那个，先挖一口，我要吃，所以先挖一口放进去里面让它变软，那先，沾一点，看要先来捞，先来咬一点，然后你吃完，等下我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哎，你别在我身上玩了嘞。你不能这样子太自动自满，吃完就走了啦。好的啦，哎，你还没付钱呢，回来，奖金100元，给你1元，不行，100元，还给我100元，不行，我100元给我，拜拜，给我100元，没有，我给你1元。休息可以后，我们下午茶蛋糕组好玩吗？好。